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巨仙化系 Rico， 今天要做的就是支线员疯狂敲碗的仰望星空派。第一个步骤，先制作派皮，把125克切成小块状的奶油加入300克的低筋面粉中切碎。仰望星空派曾经出现在一些动画中，但其实真正的出处是来自英国的一段感人故事。故事主要在讲述一名渔夫汤姆·伯考克，他生活在一个靠海吃饭的村庄里，只是好景不长，某日风云变色，大海像是发了狂一般的拍打着，饥肠辘辘的村民们也不敢出海捕鱼，但勇敢的汤姆·伯考克决定出海奋力一搏。在波涛汹涌的海上，汤姆·伯考克不但没有被海浪吞噬，还捞了许多渔获回村庄。渔网里的鱼有七种不同的种类，村民们为了感谢渔夫，用七种鱼做出了派。至于为什么派中要出现鱼头跟鱼尾，据说是为了让渔夫知道这派确实加入了他捕回来的鱼，以表感谢之意。演变至今，派里的鱼多是用鲨鱼跟飞鱼来制作，但两种我都买不到，所以今天会用其他鱼来代替。接着加入两克盐、一颗蛋黄、60克冰水，用刮刀拌匀压成团，送进冰箱里冰两个小时。接着来做酱汁，加入250克鸡高汤、125克鲜奶油、带子芥末酱，依照自己喜欢的比例，半颗柠檬汁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把酱料加入煮透的马铃薯里压成泥，接着把洋葱跟欧芹切碎，鲑鱼切块，培根切片来制作派底馅料，先把培根、洋葱加入锅中炒出香气，再加入鲑鱼、鹌鹑蛋、刚刚的酱汁，撒上欧芹、黑胡椒，煮到酱汁浓稠。放进模具里，铺上马铃薯泥，放入鱼头，铺上派皮，把鱼头露出来，放上星星跟月亮形状的派皮，刷上蛋液，帮鱼头套上铝箔纸防止烧焦，送进烤箱180度烤20分钟。这一个样子就完成仰望星空派咯。这仰望星空派的外表就像一群鱼在召唤邪神的场景。说到邪神，大家听过复活邪神吗？ Romancing Saga Reuniverse 是复活邪神最新系列作品，是一款由 Square Enix 大力制作而且长期受到日本玩家喜爱的作品。作为 Saga 系列的最新作， Saga RS 的魅力不只只有丰富角色设定以及故事性，采用传统点阵型图更是让人有种回忆涌上心头的感觉。Saga RS 是一款把 Romancing Saga 的世界观、对战系统原封不动搬过去的手机游戏，其中观看游戏内的原创故事更是粉丝的一大乐趣。现在只要事前登录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，有机会抽中 Switch Lite、PS4、AirPod Pro 等多项大奖哦，快来一起下载吧！试吃时间，先把派给切开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这应该是我目前为止吃过最好吃的派。虽然外观看起来有点诡异，不过内馅的部分就像浓汤一样香浓可口。
细腻的鱼肉配上酥脆的派皮，加上湿润的内馅，让派吃起来不会太干。一口派皮，一口湿润的内馅，感觉就可以这样无限的吃下去。这真的是一道非常值得尝试的派。那最后我就给这个派一个字，头，因为满满的鱼头嘛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再开铃铛。想看什么料理都可以在下方留言，动画片段我都放在 IG 了，想投稿也可以去那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